被发去可能做灯啊，或者是做摄影这样。哦，你是器材公司出来的？不是不是，我都自己搞，然后器材我都自己买。哦，你可以看那张名片，它上面有那个 YouTube， 有那个 QR code。就我也会分享一些影视的相关的东西。好像看过你影片了。对，那有可能。对，你的声线很熟。对，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是一开始在做那个摄影机的那个 BMPCC？ 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。哎，你好，好。对啊，反正我就是做这些，然后就有案子就接，对啊，就还蛮好玩的。啊，这个就是做兴趣，就是小赚，卖点东西。对啊，就对啊。哎，那个啊，银行账号7055，七零五五四四零零零六七一七六七一七，市府分行八二。39,000，嘿，没错。是啊。这是烧制。你看一下。有收到。有了。OK OK OK， 好。好，帮你们拿一整。所以连灯光也是都自己搞。我有买啊，就是我通常都自己搞，因为我两盏300，然后一盏1200，哦，所以就小的班理论上我都可以自己出。哦，啊，要300也是这个吗？还是300D？300D Mark II 就都白光，因为比较常用。有颜色我就是直接出大平板，可能像 P600S30 那种。嗯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就300平板，或是对啊，就比较大的，嗯，因为这个就比较用途不一样啦，嗯，对，啊，对，用途不一样，对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反正就之后再交流，okay， 对啊，好，那就先这样，再合作，对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 okay， 谢谢，拜拜。好啊。